走进武当山，人们能够体会到大自然与道教建筑的和谐统一。当钟声响起，道乐弥漫于耳，人们便醉心于这武当神韵的独特气场。武当山公馆道乐是进行宗教仪式时所使用的音乐，这种由古代巫术仪式发展而来的音乐，在武当山公馆逐渐形成独特的、具有代表性的音乐形式，并对中国民间习俗有着深远的影响。2006年，武当山公馆道乐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道教音乐是道教仪式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山高林立的武当山，自古就是道教的诸多教派开宗布道、隐居修炼的地方。长期的宗教活动留下了极为丰富的音乐形式，形成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的音乐风格。武当山地处在我们华夏文化中的南北文化的交汇地带，那么这里的呢，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文化在这里交汇，因此呢，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武当的道教文化它逐渐的形成了以南方音韵为主，同时呢，具有北方音乐的文化的色彩的这种一种兼容的独特的音乐文化风格和色彩。宋代以后，正一教、全真教等教派先后来到武当山，带来了极为丰富的音乐形式。最早的北宋的时候传人呢是正一道，就是道教的一派，一大派叫做正一派。然后啊，在明初的时候传人了全真派。正义和全真的特点啊，一个是住家，一个不住家。全真是住公馆的，正义就不住公馆了，是吧？所以他两家这种修持的方式，他就在音乐上就有区别。这两个道派呢，长期的演练，同堂合手啊，莲堂法师这些，他们的音乐就不会互相交融吧，互相吸收嘛，互相融合。所以现在说我们武当道也可贵了，它既保留有全真正义的这种性格，又有正义道乐这种比较明快轻盈的这一个特点啊，加上后来那个火鸡道上山来，他是个道士，他是下山的时候道子一说了，他是个老百姓，他们的法师呢那就更接近民间了，他们的生活气息就更浓了，这一点呢在其他公馆呢比较难找到的一个典型代表。明代大兴武当之后，武当山成为皇室家庙，道教地位随着皇权的扶植如日中天，大量宫廷音乐乐师加入其中，逐渐形成武当山道乐特有的宫廷风范。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主持撰写了《大明御制玄教乐章》，这个破天荒的举动确立了道乐的显赫地位。此后，朝廷从全国各地亲选400多名高道，分派到武当山各公馆。武当公馆的祭祀活动也按宫廷制度设置受过宫廷祭祀音乐训练的御用演礼、诵经、奏乐的乐舞生。这些精通宗教科仪和音乐的道士来自不同地区，是武当山公馆道乐荟萃各地精华，在武当山形成了仙乐飘飘处处闻的景象。道教的兴盛赋予了武当山独特的地位，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也给了音乐更多的灵性。武当道乐主要用于颂赞神仙、祈福攘灾、超度亡灵和修持养炼，由声乐和器乐两部分组成，演奏中几乎包括了全部的汉民族乐器。作为一种古老的宗教音乐，武当道乐渗透着道教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基本信仰和美学思想，文字形式清新朴素、雅致脱俗。一般这些出家的人啊都是书香名底的，过去特别是全真这一部分，所以他们都是很有文化的人。当然他们写的这些唱词，他们说的是经文啊，当然都是反映他们悟道
这个出家的这样一种思想。他里面都是四年七年绝迹的，读四季的啊，他都是平平仄仄平仄仄仄平平，他都是有合印的，一三五不论二十六分明啊，这是对仗的。武当道乐是道士们生活的一部分，也是道士绝沉郁练心性的重要养生手段。他们把这种早晚功课经视为实心见性、延生保安的炼养实践。清代以后，经历了战乱和社会动荡，道教发展逐渐走向式微，武当道乐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虽然沧海桑田，道人们的坚持与固守使道乐得以完整保存并发展。20世纪80年代，被誉为音乐文化建设长城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集成编纂工作启动。说到对武当山道乐的采集采风，当年参与其中的史新民教授记忆犹新。25年前，我还是不到60岁了吧，是吧？但是我的工作对象那些道士啊，已经当时就是80多岁了。他们听到我们要把他的东西保留下来呀，他是很高兴的，他是发自内心的高兴的。中国古代道教音乐曲谱以文字形式保留的并不多，武当道乐建筑文字的曲谱更是少之又少，大多靠的是道人们拜师学艺或口口相传。史新民在记录武当道教晚课的斗母宝告时，不得不创造出了新的记谱方式——九玄腔。我们在记谱当中啊，就用了很多新的记谱法，没法记下来。每一个段落，它都有新的素材和内容加进去，或者也有一些素材呀、啊，也有退出来，啊。这个你就简单的记谱法哈，或者记一个固定曲调，哆哆来咪嗦嗦咪来哆嗦，那就下面填五段词九段词，只要我就写个反复记号9次。你用这个方法就这个动作可能记不下来。后来呢，我们现在记谱，你就看到这里有九段腔，就是从他开口唱起，一直到记到最后，哈、啊、结束。终止就是顺到他的演唱记下来。这个呢，我们现在跟他起了个名字，叫做九玄腔。自上世纪80年代，武当山道教音乐得到了很好的挖掘整理和传承。在今天，曲调清幽，节拍稳定，旋律简练，优美动听的音乐腔调在武当公馆再现，并成为民间音乐形式之一。道教音乐不再是宗教专有，而是人们能够接受和体会的雅韵。造物给了武当山太多的荣华，无论是天赐的、人为的、世俗的、皇权的、庄严的、玄妙的、华丽的、朴素的，武当山呈现给世人的都是惊艳与神奇。大乐武当定会有更多的精彩呈现世人。